哎，夏总，你干嘛去啊？我闺蜜出车祸了，我得去一趟。喝完火酒，我先走了啊。啊，你买个酒吧。酒。夏德，你吃糖吧。哎，你还笑？你严肃点，员工都在加班，你好意思吗？再说了，阿姨可盯住我了哈，不让你去喝酒。不是，天德啊。我听着你对夏总大呼小叫了，是不是？你飘了？不是，马经理，你来的正好。那个什么，夏总刚才去酒吧喝酒，你说他这个胃能受了吗？不是，这就你不对的。那夏总平时这么忙，那偶尔放松放松也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不是你这人，咱不说好了吗？要保护夏总的胃啊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说我把胃药带来了呀。来，夏总，还是马经理好。那是。老朵、啊。行。哎，夏总，你等会儿，你走不了，你刚才吃的是头孢。啊？走了。哎，等会儿，夏总，我让你看个视频。你这不好吧？没事，听我的。有人。看见没有？你小样，跟我斗。